唱而好戏嘅栏目咧，喺好多地方都收睇到嘅。我呢个领粤西地区演出咧，佢哋都一讲，我喺粤唱而好睇到啲演出，或者证明佢系好深入民心啦，都对呢个栏目非常喜欢啦。南方电视台粤唱粤好戏嘅栏目，对于弘扬我哋嘅岭南艺术，功不可没。做了很大量的传播、宣传、推动的工作，因此呢有赖于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，大家来支持。粤唱粤好戏咧开办了这么久，我们的接触都很多的，尤其是珊珊啦，珊珊我记得很久以前，她刚刚进入这个栏目的时候呢，那时我跟她已经有接触，大家已经就粤剧的这些去采访啊，做了很多这些推动粤剧 的事啦。因为你知道你们这个节目香港都收到的嘛，哇，我在街市居然好多人认得我啊。你煮的鲍鱼梗系好好食噶啦，咁啊，你啲话梅骨真系好好味噶啦，咁啊，我哋都有学家，咁所以你话影响几大咧吓，咁咧就感谢粤唱粤好戏啦吓，俾一个咁好嘅平台我哋啲演员啦，好感激粤唱粤好戏呢个栏目俾咗咁多平台，俾咗咁多机会俾我哋年轻嘅演员去等更加多嘅观众去了解。